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漓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一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阴雨的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逐渐。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之间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啊。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山开始。猫儿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在五六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马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十个年头。它还可以净化水质。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猫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郑威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之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我们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的科学术语。漓江在风层风林之间蜿蜒穿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十四种吧。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牙形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我们这个漓江里有这个台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碳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2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10000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怀着热爱，多年以来岩溶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哦，好，走。真的漂亮，这么窄能过得去吗？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闭着这里有个，这里有一滴。哦，对，这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这里好像没有路了，也是个悬崖。开始下降，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可以吧？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真的不得了！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哎呀！莫敏逸，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而山深处，莫敏逸在漓江的源头找回了学习潜水的初心。回到我的家乡，在潜水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打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挚爱。凌空暴石，一向不借助任何保护装备，在水面之上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好，加油。大家都说暴石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
拼命。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偷出来一点点。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